拜金港姐蔡嘉欣去年十二月嫁咗俾拍拖七年嘅富贵男友 Derek， 婚后成日都周游列国去玩。上个月佢正式宣布离巢无线，发文感谢娘家多年嚟嘅培育。蔡嘉欣日前更新社交网，透露买咗新车俾爸爸妈妈，佢买咗一架国产车，新车绑咗大大个蝴蝶结送俾爸爸，果然系一个孝顺女啊！而蔡嘉欣其实不是第一次资助家人买车的，她曾经在节目上透露借10万元给弟弟买车，一家人的感情真的很好啊。